它是一个先礼后兵的一个方式，交上方式。哦，所谓先礼后兵呢，一定是先起来深深的九十度一鞠躬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不要看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通常我们在唱歌的时候，常常那个共鸣哦，上下跑来跑去，一下子如果唱高音的时候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带上去，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九十度。啊，你这样唱歌的话，其实你的那个血气循环的话，有一些声音的那个高音点都可以带上去，而且会很扎实。比如讲，咱现在唱歌，我们还没有做暖身之前，没有可乱的丢不丢，永远难忘相好，这样子只是轻轻的唱出来，往往在尾巴的时候，难忘相好的拉低。常常会有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弯下去唱的时候，口乱的丢不丢，永远难忘相好，那个声音会比较扎实一点。应该那个扎实哦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婉清呢，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啊，告诉他用的方式练习看看。梅姐，你也在气歌手在台上怎么可以一直这样子？没有，这只是一个辅助方式，然后让你感受到那个气，知道怎么去用。腹腔也会带动的，就是你的肚皮都会处理。哦、OK， 好，那你们三个一起唱刚那个，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无醉哈，然后要弯腰哈，对，去。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无醉，请你不要伤心我。酒若落啊，疼你心肝。可以回来了。伤心的我，哎，吴斌红的尴尬。有有了嘞，有有有。啊，你开机刚刚开鬼龙修起来，就感觉是算是暖身呐、啊，可以打通这边的，因为当下气也带袂起来。OK， 好。